你来跟他串一下。无啦，我拄困醒。你个倒去，我来给你准备早顿。 好好休困，困就醒啊，人都较快活啊。师傅，你要去倒？我就等下我的房间啊，你有代志才去找我啦。你老了，我就会找着你啊。 现在啊，我在想，你拄则讲遐个话是真的还是假？当然是真实的，我绝对袂骗你。 佳玲，你若跟他串一下，无啦，我拄困醒。你放心，佳玲，我昨暗跟你讲的话，一定会准守。我一定要让你的万分万全拢放下，我也要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。你个多谢。 我来给你准备早顿。大哥。高三，老婆。老三，我看真紧，嘉玲就当陪我做去做产检哦。